冠心病犯了，快给我孩子药啊！哎呦，大哥，你可快来了，我这就送你去石头上，用不着，你起开，我抄近道直奔心脏血管啊！快点走啊，急死了这，前面什么情况？急什么呀？没看前面堵死了吗？这，我的天，这堵得跟北京二环似的，我这就给你们疏通疏通啊！赶紧过去吧。